心。阿公阿嬷拿起宝特瓶，拍拍手臂和大腿，舒展筋骨动健康。永和区的永源里和慈济共同合作，邀请长辈参加素食飨宴。为了照顾爷爷奶奶的健康，该怎么吃才得宜呢？邀请营养师传授饮食秘诀，让长者们有正确观念。利用拍打，然后让他们促进他们手部啦、脚部啦血液循环，让他们能够更健康。老人家如果健康，是不是就会减轻年轻人啊家人的负担嘛，哈，让他们走出来有事做，哦，不要说坐在家里看电视。资源回收都有办那个老人共餐，后来慈济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啊，他有来的话就是给我们带动健康，然后一些课程啊，哎，啊，老人大家一起来成长哦，来学习很快乐。素肉青菜堆满饭盒，色香味俱全又符合健康的佳肴，让爷爷奶奶一饱口福。藉由共餐使长辈进入人群，认识同年龄层的朋友，彼此快乐地闲话家常。做吧，做好吃，哎，饭我个饭我做好吃。啊，菜嘛照加，蛋嘛照加，非常快乐，非常开心。哎，跟大家在一起的话，感觉非常的踏实。社区吹起素食风，鼓励长者从一餐素食开始，看到长辈登得健康，吃得开心，就是最幸福的事。中嘉新闻陈嘉瑜永和报道。